武器来了，过来过来，哎，这里，敲击三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欢迎收看 VR 游戏《愤怒房间》。今天进行挑战模式，在挑战模式里，道具没法自由选择，是根据系统自动分配。让我们开始按动红色按钮。哇，这两个奇怪了，快跑！这是什么？公鸡？谁能给他们起个名字？好奇怪的造型！靠近我，顶！两头尖尖角，中间是平的。他的武器没有了，这是好处理了。没有武器还想跟我对抗，连门也没有。走，拍，拍，离远一点。来吧，中起。又来一个红色的。直接爆掉，来了新武器，新武器是垃圾桶，就垃圾桶当武器也是没有谁了。我们还在绕圈圈，哎，垃圾桶来了，把它装下，装进去，套住，它也动弹不了，光蹬腿儿，蹬，继续蹬，我就是不丢，我看你怎么出来，被我搞定了。垃圾桶桶盖当盾牌挡住，好样的，装进去，出来了，再来一次，全部装下，成功拿下。又来一个，我们躲一躲，到这里来，盖住，再来，三二一，盖。来了新武器，这个武器特殊了，捡起来，不要欺负我。好，武器来了，我不怕你。哎，100分，过来过来，哎，这里，敲击三，一下搞定，快跑！这不是枪拍吗？是 DOP， 来吧，三明治。哎，无人机敢欺负我？开始拍无人机。哎，上打无人机，下打机人。嘿，无人机已爆掉，机人拍。嘿，嘿，保持距离。来吧，来吧。三二一，混加，先撤。只有离远了，我们的力量才能发挥出来。靠近我，还有一只腿。然后你单脚跳，跳吧，成功。还有谁？蓝色机器人，嚯，来吧，到这里来，拍。没有搞定，没关系，再来，破破，无人机，我们巨型苍蝇拍在手，上打无人机，下打机器人，无人机你爆掉，机器人他也快了，只有一个手了，独臂机器人。拿下，来一个花色机器人，外表是粉红，里面是蓝色的。混无人机配合机器人，这个招式比较好啊。混，来吧，混，爆掉了！泡泡枪，用泡泡枪来对付机器人，这怎么搞定啊？都是泡泡而已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开枪！这一关我们就通关了。大家如果喜欢 VR 游戏，记得留言评论。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